环境也很舒服，这么好的天气最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了。猪猪，我们先放风筝、骑自行车，还是野餐先呢？你说呢？我想先放风筝、骑自行车，就才野餐。你想得美！我们今天是来了解一种动物，不是来游玩的。哦，什么动物？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陆地，可是它也喜欢有水的地方。生活在陆地。难道是鹤？哎呦，不是啦！再给你一个提示，它是体型很大的哺乳动物。体型很大的哺乳动物，生活在陆地，也喜欢在水里。哎，有这么难猜吗？再给你最后一个提示，它的嘴巴可以张得大大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河马。对，网友的问题和河马有关。哦，网友好奇什么？网友妮妮想知道。河马为什么喜欢潜在水里？小小智，你知道答案吗？应该是它怕热吧。怕热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可是还有其他的原因，我们去找专家解答吧。OK。为什么河马时常潜在水里呢？哇，河马好大哦！哎呦，这只是模型啦，真正的河马比这个还要大。还要重，猪猪，一只河马有多少公斤呢？大约2000公斤吧。2000公斤，等于40-50个我呢。应该是20-30个你而已啦。小朋友，你们好。你好，我是 Beatrice 姐姐，是在这里工作的野生动物保护官。水姐姐你好，我是小芝，我是猪猪，我们是蜘蛛侠。我们今天有关于河马的问题想要请教你，请问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河马常潜在水里呢？河马时常潜在水里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身体降温。河马的体型庞大，在炎热的天气下很难有效的降温，因此它喜欢泡在冷冷的水里面，以确保身体的温度不会过高。河马的皮肤构造很特别哦，它没有汗腺或皮脂腺。在炎热的天气下，河马的皮肤会变得很干燥，所以它必须要常常泡在水里，确保身体的水分不会流失。河马在水里面活动的时间一天可以长达16个小时，那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河马。河马喜欢在水里活动，它会在水里进行交配、生小河马、哺乳等等。虽然河马喜欢泡在水里，但是它们不会游泳，它们会靠水的浮力在水底漫步。河马不能在水底呼吸，可是它是闭气专家。河马的耳朵还有鼻孔在水底会完全关闭，然后每3到5分钟会浮出水面换口气，然后再潜入水底。很有趣的是，河马会在水里睡觉哦。当它睡着的时候，它的身体还是会自动的浮上水面，换口气，然后再潜下水底，就像梦游一样。哦，原来河马时常潜在水里，除了是要让身体降温，它也在水里进行某一些活动，比如在水里进行交配、生小河马，它甚至还在水里哺乳河马宝宝呢。猪猪，你看。网友彼得问：为什么河马便便的时候会甩尾巴呢？那它的便便不就是四处乱溅？哟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河马是一种领域性很强的动物，它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标记自己的地盘。通常河马是在水里排便的，但是有必要的时候，它还是会上岸用
用自己粪便的味道来标记自己的地盘。为了让味道扩散，河马排便的时候会用力的甩尾巴，把粪便撒得满地都是，以证明那是它的地盘。河马是一雄多雌的群居动物，雄性河马绝对不允许其他的雄性河马接近它的地盘。如果有其他的雄性接近它的地盘，两只雄性河马就会开始打斗和抢地盘。哦，原来河马一边便便一边摇尾巴是为了标记自己的地盘。河马会透过粪便的味道来标记属于自己的领域。为了让粪便的味道扩散，河马会在便便的时候用力的甩尾巴，把粪便甩得满地都是。河马粪便的地盘怎么待下去啊？为什么河马不会用其他方法呢？小小智，你就不要再自言自语了，我们去看河马吃东西吧。好啊好啊。小小智，原来你在这里。 Beatrice 姐姐说可以让我们尝试喂河马吃水果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她说喂河马吃的水果的手推车就在这里附近。啊，小小智，你吃的香蕉该不会是从手推车里拿的吧？我以为是准备给我们的。你怎么可以吃喂河马准备的水果？ Oops, sorry sorry。 你赶快把它吃完，我们要准备喂河马吃水果了。有一个问题卡，那一定是网友提出有关河马的问题了。小小智，赶快把网友的问题念出来吧。好的，蜘蛛侠你们好，我是小东，我很好奇，河马是草食动物吗？嘟嘟，河马是草食动物吗？应该是吧。那它岂不是和大象一样，是体型很大的草食动物咯？这个我就不确定了，不如我们去问 Beatrix 姐姐吧。OK。河马是草食动物吗？ Beatrice 姐姐， Beatrice 姐姐，你们喂完了？嗯，我们喂完了。河马的嘴巴好大哟，一口气可以吃下很多水果。 Beatrice 姐姐，小小智有问题想要请教你。我们想知道河马是草食动物吗？让我来告诉你们吧。河马是一种草食动物，它像牛一样也有几个胃室，但是它却不会把吃下去的食物吐出来再咀嚼。虽然河马长期在水里活动，但它却不吃湖底或河底的水草。河马会吃河边或湖边的草，当它要进食的时候，它会上岸找草吃。当河马进食的时候，它会用它又硬又厚的嘴唇把草咬断，一天可以吃上60到80公斤的草。河马它也会吃树上掉下来的水果，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，河马有可能会选择吃肉，可是那是非常罕见的情况，因为它的生理构造让它无法有效地消化肉类。噔噔噔噔，答案揭晓，河马果然是草食动物。对啊，它会吃长在河边或是湖边的草，除了吃草，它也会吃水果。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啦？猪猪，快叫 Beatrice 姐姐救救那些河马，它们的身体流血了。哎呦，你不要大惊小怪了，那不是血。不是血？对啊，不是血。哎，猪猪，它们真的流血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会无端端流血呢？其实河马身上红色的液体不是血，而是河马特别的分泌物。当河马在岸上的时候，这些红色的液体就像人类的汗水一样，帮助身体降温。有研究人员发现，降温并不是唯一的功效，因为这红色分泌物里有一种特别的成分可以吸收紫外线。这分泌物就像防晒乳，像我们常用的 sunblock 一样，可以防止紫外线直接照射河马的皮肤。另外，这些分泌物还可以防止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，保护河马的皮肤。
哇，原来河马流出的红色液体真的不是血。我都告诉你了嘛，那不是血，它是类似汗水的红色分泌物。还有红色分泌物也是很多用处的哦。对呀，它不但可以降温防晒，还可以杀菌保护河马的皮肤。猪猪，谢谢你带我来这里，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不客气。解答完所有有关河马的疑团后，现在又到了我们蜘蛛侠分享重要信息的时间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河马的习性。河马不是温驯的动物，在非洲河马更被视为危险的动物，一年内就有很多人因为被河马攻击而死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河马生气了呢？很简单，当河马张大嘴巴时，它不是在打呵欠，它是在向敌人发出警告，表示他即将发动攻击。这时候千万别接近他，免得成为被攻击的对象。河马的体型虽然很大，可是跑起来一点都不慢，甚至比我们还快呢，所以千万不要惹怒河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，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频道再和你一起探索你好奇的事。拜拜。现在是快问快答时间，网友问：为什么鸭子走路总是一摇一摆的？这是因为鸭子的脚长在身体的后面，它为了要保持平衡，就会将身体向后仰，所以走起路来就会一摇一摆。下一题：为什么人的皮肤会晒黑？当皮肤受到阳光的照射时，会刺激皮肤表层的黑色素细胞，使皮肤变黑。那为什么撞伤的地方会发青发紫？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多毛细血管，当我们的身体不小心被撞伤，这些血管壁就会出血，导致发青发紫。现在快问快答结束，谢谢收看。